地方不完了吗？哎，等等，等等，马上就回来了。不就一个茶吗？他写的，等我回来再喝。他一会儿就应该到了，还有几分钟马上就进门了，咱们再等一等。真多事儿。哟，来了。哎，我马上出来啊。哎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天哪，就因为这半天都不让喝了，方爷喝，队长等着你。回来了。行李呢？行李不在身上吗？冰岛泡上了？泡上了，刚泡上，看你进门刚给你泡上。这够快，已经真冷了，屋里真暖和。必须的嘛，什么老人来了？你看这样省事啊，行李直接往身上丢了。穿多少衣服来着？这味有点怪。